缺角。其实玫瑰花漂亮不漂亮，但它缺角，它有缺角。好，啊，你现在你不会用扶手画，你就用二号这一个，好，还是要把它放进去画，然后你沾了少许的水。好，阿丽，你问。那没关系，对，没关系。你沾白掉，那个修饰。对，教你怎么样来修。因为吼，教恁安那打无够啦，来教恁讲安那去看，就讲哦，我这边会是问题，我要安那修改。好，阿姨，我今麦跟你讲重点，第一个重点就是玫瑰花它的花瓣是有缺陷，还是玫瑰花拢有？对吧？一的对了。嘿。一的那种桃形的缺角，对，那你那个没有桃形的缺角，一种东西。